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ir。路过一家 Seven， 那居然有嘎欧蕾，想说就来打一下。哦，居然有顾拉多跟暗黑球雷姆，大徒不犹豫。而且这个场地好像是对的场地哦，看有没有机会草喷。哎呦，有大草哎，可惜没喷呐。派出盖欧卡跟胡帕，又是一星比五星硬啊。来看看顾拉多可以推到什么球呢？又是精灵球本命呢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还以为要下了哎。没有交换机会，刚刚前面有人交换到暗黑球雷姆，盘内剩顾拉多跟帕鲁奇亚。哇，都躲起来了。亮晶晶中草，只有喷三星啊。看看顾拉多会不会出来呢？派出西斯海人，那因为另外一张读不到，所以用租借的。居然失误。
吃海伦蒂招式机会。搞定，三一配看能不能推到精灵球。OK， 完美。一、二、三，三星爆了，看有没有出交换。还是没有。有气息。出来吧。是帕路奇亚耶。又是鸭嘴延寿，又失误了。可惜没被打趴，可能要替换宝可梦才有机会打赢呢。打趴路好痒。直接派出拉蒂欧斯，靠拉蒂欧斯了。直接搞定，来看看帕路奇亚推什么球呢？哦，是高级球哎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今天的球都很会演哎。都摇满三下才爆欸。今天来抽月亮伊布，帮我订阅频道，影片按赞分享，在下方留言我想要月亮伊布，我们抽一位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